好，来，我们看第七题。In a resident area, 35% of the residents are children below the age of 12. So, 10 residents are chosen at random from the area.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t least part of them are more than 12 years old. 所以我的这一个 AE 这边呢，我的 P 是0.35，然后 X is binomial distributed 是0.35。然后最少八个人是more than 十二 years old，more than 十二 years old，所以大过十二，然后小过十二，八个人大过十二，然后九个人十个人，小过十二的就两个人一个人零个人哦，所以我的这一个是 x 小过等于二。所以它这一个呢，会是等于 px 等于零加 px 等于一再加 px 等于二。我要的是小过等于十二哈。所以它在这边，它这一个是十 c 零零点三五零零点六五十，然后十 c 一零点三五一零点六五九，然后十 c 二零点三五二零点六五八。这样，OK，好，0.658，好，所以在这边，我的这一个呢，它是十，然后 c 零乘0.35 power 零，然后再乘。0.65 power 10，so 这个是这样，然后接着呢，十 c 一，然后0.35 power 1，然后0.65 power 9，然后再来十 c 二，0.35 power 2。然后0.25 power 8，0.65 power 8，所以这三个跟它加上来，所以我在这一边0.01346加0.07249加0.17565，然后我拿到的是0.2616。0.2616，好。第二，if the variance for the number 是192，find the number of resident in the resident area。So 二的这个部分呢，我的 p 是0.35，然后它告诉我它的 variance 呢是192，然后我们知道 variance 是什么？MPQ。所以它是 n 0.35，然后0.65，然后等于192 MPQ。所以我们知道我的 q 是一减 p，然后一减0.35，所以它这个是0.65啊。所以它 n 等于192除0.35和0.65，所以我在这一边192，然后0.35，然后0.65。然后拿到的是降844，所以它答案是844，所以它的 n 会是等于844 residents。好，就是这样。好，来，接着这个砖块从那个工厂是 normally distributed。X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mean 是25, standard deviation 是1.5的 square。然后他说2.58 rejected either because too long or too short. Find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length that can be accep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他 too long of too short 的时候呢，他2.58，我的这个2.58我拿来除二。它会变成1.258在前面，1.258在后面，所以它太长或太短的，
1.25% 会被 reject 掉。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我就给它 len 一 len 二，所以我的 probability for x 小过 len 一会是等于 0.0125， 然后 probability of x 大过 len 二会是等于 0.0125，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 probability of z 小过 len 一减25除 1.5 等于 0.0125， so probability of z大过 len 二减25除 1.5 等于 0.0125， 然后在这一边这一个是 positive 的，然后这一个呢是 negative 的。 OK， 好， from table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小过小过 0.5， 小大大小小 negative， 大过小过 0.5， 大小是 positive， 所以在这一边 0.0125 0.0125 在这一边我们找 0.0125 0.0125 0.0125 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0.0125 0.0125 0.0125、哦、这边它直接给我们 2.24 so 2.24 so 这一个是 2.24 所以我的这一个 len 一减25除 1.5 等于 -2.24，len 二减25除 1.5 等于 2.24， 所以 len 一呢是 1.5 乘 -2.24 加 25， len 二呢是 1.5 乘 2.24 加 25， 所以我把这个乘上去再跟它加过来，乘过去再加过来，所以我的这个 1.5 乘 -2.24加25，所以我拿到的是 21.64 这个等于 21.64， 然后这个是 positive 的情况之下呢，它是 28.36 OK， 21.64 跟 28.36， 所以在这一边它的 minimum 是 21.64，maximum 是 28.36， 好，就是这样。 so 这边它 reject 的时候呢，太长会太短，所以它是两边的极端，然后它 2.58% 评分最长的 1.25% 跟最短的 1.25% 会被 reject。 OK， 刚才我们有一题是它的 50% 在中间，然后 50% 在中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对称的，然后同样的这个是 2.58% reject， 然后它是外面的， OK， 它也是对称的。好，这一边我就讨论完这一题了。